分手，安全感不够。周汤豪、孟耿如等演员出席主演的新戏记者会，其中两人的十八禁桥段不仅让人脸红，其实还有个不为人知的内幕。孟耿如的手，那个我大概已经就是舔过他妈20次了，他的那只手我已经亲到他快脱皮了，他的手亲到快要脱皮了，我帮他去角质。什么？这话可别让娇哥听到。不过暌违两年在演新戏的周汤豪，也为了收视率夸下海口。我虽然就是露屁股跑啊。对，好哦，我 OK， 我 OK。女生没有跑，女生也要跑啊，一起跑。还是你要穿泳衣一起跑。穿着泳衣一起跑，对，约一个大家好拍的地方跑。粉丝们都听到了，汤豪哥，我们等你喽。